一次多亿的终极范例啊，我们看第二集，每一集不一定啊，讲几个字不一定，这次都很复杂的。所以这边是刚开始第二集，如果继续讲下去，你都多看啊，你都看了，大部分都看了，而且大部分都吸收进去，那你的英文啊程度就是大补完，马上功力大进啊，这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啊。那相对的啊，你没有这个一字多义的功力啊，这英文程度绝对不会好。所以我这边收集了很多啊，就是一个字特别多意思啊，有的一字多义，两个字三个意思也叫一字多义嘛，这边就比较多，大概都五个以上的意思了。但有些意思啊相近，有些意思差很多啊，有些没有不相关，甚至还有相反的。像 advance 啊，动词啊可以当前进。The military advanced 20 miles yesterday 啊，这个军队啊，昨天呢 啊往前推进了20英里啊，英里是 miles 啊，公里是 kilometers， 也可以有这个英国念 kilometers 啊，美国人一半一半了、啊，有人念 kilometer， 有人念 kilometers， 也可以升高啊，是地位啊，地位升高啊，价钱提高。The price of food advanced large recently 啊，这个食物的价格啊最近啊涨了不少啊，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台湾的全世界了。也不是台湾，价钱真的物价是啊涨得很凶啊，但不是每个都涨了，就很多都涨啊，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有很多没办法上班了啊，船运了，所以到 Costco 去买了个牛肉，哇贵很多，也可以增加或促进。Here the van is salary after promotion 啊，他在 promotion， 我们一般讲升官了啊，职务升了。那升官以后啊，他这个薪水也增加了啊，也可以当升级啊。His rank in the army is advanced 啊，他在军队里面的 rank 就是阶级啊升高了啊，本来是少校变中校，本来中尉变上尉啊，本来上校变少将啊，升官了，升级了。也可以提出个计划 ，Would you advance your project tomorrow 啊？你明天可不可以提出啊？提出你的计划啊？也可以是预付啊，先付，预支啊，预付。Sorry, I can't advance your salary due to regulation. 抱歉啊，我不能预支你钱啊，因为这个 due to 就是归因于，因为啊，什么原因啊？因为这 regulation 就是也可以当管制啊，这也是啊，所以一字多义，一字多义无处不在啊。这也可以是管制，也可以是规定啊，规定的英文字很多啊，也可以时间提前。The final exam of our school is advanced 啊。这我们学校了期末考啊，最后的考试叫期末考啊，时间提前了啊。Advance 除了动词也可以当名词啊，前进。The enemy advance must be stopped 啊，这敌人的往前推进啊，一定要阻止啊，不然的话要打到城下，兵临城下，我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一下，也可以升级啊。所以它这个很多意思啊，跟这个前面有点像，但是。当我们视同是不同的意思啊，因为前面是虽然意思看起来差不多啊，但前面是动词，后面是名词，在文法上完全不一样。Her advance into the company is totally hopeless 啊，他在公司里面啊要升官了、啊，完全没有希望的啊，老是迟到早退啊，能力不够啊，老喜欢跟老板、啊、冲撞啊，升官无望，也可以涨价。The advance of food price is irrational 啊。就像前面讲的哈，这全世界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啊，物价大涨啊，这 irrational 是这个不理性的啊，但当然这个是理性的啊，有时候有些涨价是不理性，人为炒作是不理性的啊，那因为地震啊、天灾啦、啊、疫情啊，这是没办法啊，预付、垫付啊 ，the advance salary is impossible 啊，要预付钱给你啊，预支钱给你，不可能，我工作也待机。啊，这个字，这意思比较一般人不知道啊。对女人，就男人对女人献殷勤。That lady killer is good advance to women 啊 ，the lady killer 就是、女性杀手啊，就是在女人面前吃得开的啊。啊，他这个对女人献殷勤啊，很有一套，女人都喜欢他，人见人爱啊。小王人见人爱，金城武、刘德华啊，这个一大堆帅哥人见人爱。也可以当形容词啊，在前面的啊，在时间在前面或位置啊，在前面。I have accept your advance payment 啊，我接受啊，你先预付款啊，在前面的啊，你付钱在前面啊，我接受啊，可以很好。Effect 当动词的时候可以当影响啊，就是发生作用嘛。
My mom's words affect me a great deal. 啊，我母亲的话啊，不是她写字啊，讲的话也可以是 words， 不一定一定要写的，啊，对我影响很大啊。但也可以是她妈留言文字也可以，讲出来的也是 words 啊，也可以是感动。I was affected by the romantic movie 啊，我被这个一部啊爱情片啊罗曼蒂克的片爱情片深深感动，掉眼泪。也可以是爱好啊，或者喜爱使用。My wife affects Amazon kinds of new clothes. 我太太啊，购物狂，只要是新衣服啊，都是喜欢啊。衣服，女人啊，衣服永远啊，缺少一件。男人比较花啊，女人永远是啊，这个越多越好。假装啊 ，My son affected not to hear me. 啊，我兄弟，我儿子啊，假装啊，没有听到我的话啊，装聋作哑。啊，它这个也可以当形容词 ，affect 啊，形容词啊，受影响的啊，什么什么的就形容词，什么什么的啊就是副词。Where affect part of body by the wind 啊，这是你受伤的地方啊，受影响的地方在哪里啊？可能这个被什么东西划到啦，哪里摔伤啦？啊，你的伤处啊，这个受伤影响在哪个部位啊？感动的啊 ，She seems deeply affected by the sad film 啊，这个悲伤的电影啊。爱情凄美片啊，深深的是被感动了啊。矫揉造作啊，这个字打错了啊。I don't like your effective manners， 我不喜欢他惺惺作态啊，啊，不自然的假惺惺的啊，这个态度 manners 态度。Air 很简单，空气嘛，其实它不简单啊。名词啊，当空气没有问题。Air is inevitable to humans 啊，人类啊，人类不能没有空气，没空气死掉了。也可以当空中大气。Man can fly in the air like eagles， 人呐、啊，人类啊，这 human 也是人类啊 ，man 也是人类啊，也单数复数都可以啊，都可以用啊，都有人用啊。人不能像老鹰在空中的飞翔啊，也可以当样子一个神态。She spoke with an air of bully 啊 ，bully 就是我们讲霸凌啊，就欺负人家。她讲话就是一副啊，想霸凌人家，想欺负人家的样子啊，样子、神态、啊、气势，也可以当动词啊，晒干空气吧，在空气中就晒干了。My mother's airing many clothes in our backyard 啊，我妈妈在后院里面啊，在晒很多衣服，也可以炫耀。对着空气炫耀也可以是表达。I encourage my children to air the views. 我鼓励我的小孩子们啊，表达他们的看法啊。所以他这个本身就两个意思啊，也可以炫耀，有时候炫耀啊，有时候表达两个不一样，表达比较中性，炫耀比较负面啊。也可以是在广播电视节目播出，就是一出来声音嘛，画面在空中啊，经过电讯啊。电子讯号啊，播出来。Be careful, then don't chat. Program is Eric 啊，小心啊啊，不要讲话 ，chat 就聊天了，不要聊天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正在播出当中啊啊，所以以前美国雷根总统、啊、真的在电视上啊，电视上上节目的时候真的出糗了啊。中间主持人说啊休息一下，他上厕所啊，那雷根他们开玩笑啊，但是哎休息可能十分钟时间到了啊，主持人说嗯。啊，不要讲话了啊！这个红灯亮了，可能雷哥年纪大，或者在跟人家聊天了、啊，还不知道，就说，就还他还在以为休息中，就故意跟那个旁边幕僚开玩笑，我要按一个钮啊，啊我要核子弹、啊、去炸死我，当纯粹开玩笑，不可能。可是他已经红灯了啊，因为摄影机亮红灯，就表示录影中啊，没有红灯是不是这样？结果因为现场嘛，播出去啊，有事后道歉一大堆。Anchor 本身名词啊是锚啊，就船啦、啊，要。停泊的时候把那个锚啊，尤其那个大船航空母舰驱逐舰啊，那个锚很重啊，铁的，人没办法啊，都有机器有那个有电的啊。 Wow, the anchor ship is huge. 哇，这个哇，这是一个感叹词啊，这艘船啊比较大的叫 ship 啊，比较小的是 boat 啊，但是也没有固定的界定啊，就一般来讲大一点船啊，那个大船啊，它的这个锚啊，哇好大，也可以当支持物嘛。 When we are in trouble, faith is our anchor 啊，
当我们有问题的有困难的时候啊，这个信心啊是我们的，可以给我们支持。一个是接力赛最后一棒啊， He's the anchor and not relating 啊， relate 就接力赛啊，接力赛跑啊，汽车也是，汽车就不接力赛，汽车没办法接力赛，就长途越野赛啊，汽车人的话就是接力赛，400公尺啊，800公尺，1000多公尺啊，比如四个人啊，通常四个人嘛，这两个人接力，三个人接力没什么意思，四个人也不多也不少，四个人也可以当新闻主播啊。Most anchors on TV news pretty and eloquent 啊，多数的女主播啊，电视用女主播都很漂亮啊，她也可以当动词下毛啊，下毛啊，这个句子忘了造啊，啊，就不浪费时间了，不造啊，就是下毛啊，就可以当动词或者固定的意思。那我们再看这个 angle 啊 ，angle 是名词啊，角度啊，这大家都知道。The pagoda leans at angle， pagoda 就是那个塔啊，一般佛教讲那个浮屠啊，佛塔很多啊，就一般的塔，它有点倾斜啊，以一定的角度可能倾斜啊两度三度啊，不像比萨斜塔，比萨斜塔就倾斜十几度就很多啊，角度也跟它立场。Yes, you consider things from every angle. 啊，你要考虑事情要从每一个角度啊，这个是角度周围英文啊，差用中文来讲差不多在，但实际上意思不太一样。这就是一个物体的角度嘛，这是一个立场啊。你想事情要从每一个角度、每个立场去想，所以现在很多人没有同理心，永远照在自己的立场，不会替别人着想。很多人啊，也可以当动词啊，改变角度就不是角度，不是定角度，而是改变角度。He angled the camera toward the mount 啊，他改变这个本来这个摄影机啊、照相机啊，本来没有对着山啊，他调一下角度啊，对着山。一个是歪曲报道，就是这个以不正常的立场的意思啊。Many news reports and newspapers are angling to satisfy their bosses， 就许多啊报纸的报道，所以加以啊 reporter 就变记者啊 ，report 就是报道，也可以是报告啊，在新闻上就是报道。啊，他常常歪曲报道，为什么？啊，通常迎合读者的需要啊。这边句子是让他的老板满足啊，可能老板跟哪个大官好，跟哪个大官不好啊。记者很聪明一点，哦，老板喜欢的大官哦，只能写好的；老板讨厌的大官的，就是拼命啊写差一点。也可以是，你看这个意思差别大，钓鱼。My father is angling by the stream for now 啊，我父亲呢现在在这个溪里面啊钓鱼啊。这边这应该是啊，这应该是五。就是以各种手段啊，尤其是讲比较不法的手段、不正当的手段得到或猎取啊。啊，因为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这个有一点搞混，没关系。She was angling for invitation to the party。啊，把这后面去掉，都是因为都一个人做，一个人做，这个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没看出来啊。但是这种情况很多啊，因为就一个人在做啊，所以有些看到讲的时候啊，就把它补上去。有的时候没看到，没看到就过去啊。She was angling for invitation to party 啊，他以各种想办法，用尽各种手段啊，得到这个想办法得到这个参加宴会的一个邀请函。也可以停泊啊 ，the ship anchored 啊 ，Taiwan 啊，啊，他在这个船啊，在台湾的这个外海啊停泊啊 ，off 就离开。他说停泊怎么会离开呢？啊，就表示 off 就离开，离开海边有一段距离的船嘛，你不能在这个岸边啊，这个岸太浅啊，所以他用 off 啊。好，我们就讲到18啊，因为这个后面 appear 也是意思很多啊，一集不要讲太多，这一集讲到这里。